这边会有一些内容，一些东西想跟大家看一下。谢谢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闪亮他们录了将近快30天，今天是第31天啊，31天，超过时间了，走了。想我妈了，想我老婆了，这是我心里话。一开始我自己觉得我很喜欢小孩，到我碰到蛋蛋，我不喜欢小孩了，到我跟他这种又爱又恨的情节，然后又最后不舍。 你好，我是。怕我不？怎么叫我胖伟伯？是潘伟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天雪涛。春水堂？什么？啊，好，那个H，有些地方不能打。爸爸。你从哪里学到去打别人的脸？那也不帮忙哈。这些这个街上的东西都跟你没关系，对不对？我是在看那个，几乎对你们好，会吃饭。 会吃吃看，好希望我们一辈子都是好朋友。爸爸不要我喝饮料，我就不可以喝。我想爸爸了。我愿意帮你跳绳，我也来帮你保护地球消灭恐龙。啊也没有用，啊也没有用，没有用，不能吃。8块多钱。 看看吧，哈，咱买不起。还能坚持吗？你每次就笑话我。不是你的学生，你该是不是老师？该看看，你看看你学生，流鼻血你也不管，他听说你流鼻血了，你就磕哪了？你跟蛋蛋都打你一下，爸都过来问。 说爸爸不是他打我，我要过去看看你，对吗？你要去关心别人，别人才会关心你。好了，亲一下。我的胸部，好可爱吗？我能不能抱抱他？恭喜恭喜恭喜！感谢了。来，你说，我爱我爸。我爱我爸。 我也爱我妈，这么简单的。是不是画的你自己啊？那么漂亮，好漂亮，好可爱，笨蛋。<笑> 你哭什么？你哭也没用，你哭你也得跳。我确实，我自己也觉得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爸爸，但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做了。爸爸是超人，是吧？ 你为什么哭？你告诉我为什么哭？我要重新再录一次。